所以前两局对于马龙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。 起来，马龙反拉，好球！哪方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发球抢攻尽量多突破吧。应该作为削球的运动员，他的这种。 عدم استعجال نقطة عدم الاستعجال يا سلام